哎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君子动口不动手啊！你奶奶的，你有钱在这吃喝嫖赌，没钱还老子是吧？不，这不是啊！住手！你干嘛打人？嘿嘿，还有小美人帮你出头了，她欠我15贯。 拖了半个多月都没还，你说他该不该打？你听他的，我欠了他10贯，是他已经涨到15贯。9出13归，这是江湖规矩。什么江湖规矩啊？不就是15贯吗？人都有个手头紧的时候。有我赵盼儿在，我就不许别人作践我朋友。三娘，啊，拿我那个丁兰的箱子来。哦。 朋友，啊，看好了，这里头有16、7贯，都拿去，多了的就当是姑奶奶赏你这双看人低的狗眼的。哼，拿钱去。有钱，你狠。